昔日刘志祥的女朋友周婉清在微博晒出一组近照，照片中周婉清一头小卷发，红唇大眼，抿嘴卖萌，十分可爱。刘志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他与台湾组合911的成员 EO 一起帮艺人大根纹身的影片，而且还配文你一笔我一画，大根真的超 hip hop， 而且还表示此情是一门艺术。照片中小猪和 EO 都戴着手套，手持纹身机械，正专注地帮大根纹身。纹完之后发现他们纹了一个钱袋，而这个钱袋的画风却有点奇怪，难怪网民看完后都忍不住评论大根会后悔吧，为什么觉得他牺牲好大，甚至有人觉得罗志祥还是做亚洲舞王好。据港媒，罗志祥自成立经纪公司后深受旗下艺人爱戴，公司一众同事日前为本月30日生日的他举行惊喜派对，小猪在社交网站上传生日聚会合照并配文感谢大家给我的惊喜，我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合照中除了有小猪的爱将歌手凯乐外，还有他最近力捧的新人男子组合 CTO， 众人各一起戴上头饰，相当有气氛。